你好，你好，可以拍你有。我的天，怎么还有柱子？回家了，回家了。跳跳。三哥。 你俩是一对的，好吓人啊！这帮人，这边还没下过泥潭吗？对，恭喜你，第一次。我还好吧？你不好。孟宴臣回来了，孟宴臣。孟宴臣。孟宴臣回来了，孟宴臣。怎么样？喜欢吗？哎，你怎么入戏了？马上变成霸总，词儿都不说了，你连话都不说了。等他念完规则，马上开始游戏。你那个真不冷啊！所以。 接下来，在这项任务中，你们将进行两种形式的泥潭对决。第一个对决是 1VS1 的车轮战，叫做“把你套进我怀里”。双方每一局各派出一名成员出战，两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绳子，率先被绳子套中的成员被淘汰，直到有一队的5个成员都被淘汰，那么这一轮就结束。好。 太可爱了，来吧！白队派出的第一位成员是白鹿。黑队派出的第一位成员是大哥。请两位就位。提醒大家，套一定要从头上这样套下去才是有效的啊！好，准备。 准备，来吧！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上来给一鞭子！哎呦！哎呦！哎！加油啊！啊！白鹿淘汰！啊？怎么套上呢？ 这么快啊！沙哥可以，这咋套上啊？报仇！开始了！哎呀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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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兄弟姐妹报仇！快点，快过来！别以为你是哥，我就会让你哦！哎呀妈呀！不要怕他！我们先套了！我要帮我的兄弟姐妹报仇！不要怕他！
胜出。哇，我们队有个猛将啊！我轻敌了，轻敌了，轻敌了。来一个能打的吧。哎呀，你看，这让我看到了十年前的样子。哎，小心，小心，小心。有没有能打的？于洋上，好上，我来了，上，我来了，上，高度啊，高度取胜，高度蹦起来，高度喷，哎呀我，蹦起来，高度喷，哎呀我，高度喷，哎呀我，你回来吧，回来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我玩，跟我玩吊凳是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高度啊，高度取胜！哎呀，咱还玩埋汰的，咱还玩埋汰的，加海！哎呦妈呀，加海！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东北活泥鳅，加有点味儿。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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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跟谁俩的于洋快第一个第一个别等别等上上回上上回回回回有技巧嗨来一个能玩的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怎么上活了呢咱们剩就剩俩了杰元就靠你了杰元哎呦于洋哥于洋哥这个粉丝多啊这个粉丝多这个粉丝多是吧啊这必须赢啊这个必须赢啊必须赢这有社会压力是不小孩好疼好疼这啥玩意儿啊于洋在东北东北你看你这个叔叔骂人啊哇塞干嘛呢你这个还有谁时代少年团的粉丝这么让你害怕吗不好意思本人害怕了来吧晨哥晨儿哥那可是被骂过来的呀压力给到我了是吧说李晨现场鞭策张真源我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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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战术晨哥晨哥就剩你了你俩互相伤害吗快点吧你俩这个老哥俩那素材不用那么多啊我哎呦第一局胜出的是黑队西三分第二局晨哥这个太他太强了他太强了我们基本不用上了谁去啊谁赢得了请问他有可能
好，我来。咱们里最厉害的就是他，我跟你说。你想想，谢依霖来的时候也是十年前。我们在杭州。先是乌镇。是吗？依霖，依霖，依霖！哇，走，不着急，走，来，第一季的第二集，对。他从那个时候就放不下我了。主要是比较重的，比较重的，在我心里比较，不，在我心里比较重，心里比较重，位置比较重。来吧，上。腿哥，麦别一下，等会儿，等，别一下，等会儿，等，稍等，稍等，慢点，急死了，慢慢点，他这压迫感太强了，哎，机会，就现在，就现在，上，别等，别等，上，别等，别等，哎呦，哎呦我去，这老李，上。太厉害了吧！哇，好厉害！救命啊！太强了！雨琦，上！别怕，跑！再跑！小心，小心！加油！加油！宋雨琦，二老头，太强了！继续，再来能打的，范丞丞。你去吧，程程。啊，程程，程程，你这还没出瓦呢，快去。程程六亲不认，来。我有点害怕他。我去，他这压迫感太强了。太猛。好，准备。怎么都跑啊？不是他。我一个。两胎的妈妈，手无缚鸡之力，你都把大牛给耕地了，你还？你看这气场，这压到哪儿来了？太可怕了！上，上！哎呦，化解！哎呦，化解！杨先救我，杨先，杨先！冲啊，程程哥，冲！小心，小心！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上去，上去，上去，上去！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时隔十年才请谢依霖了，太猛了是吗？这十年，这十年，
这十年我们一直治愈着自己内心的伤啊。太恐怖了。妈呀。接下来黑队必须派出成员。下去来走走走走来。上来。怎么又是你？等吗？我得来。别等，别等。上回。嗨。啊。好，准备。确实挺猛啊，他确实挺猛啊，又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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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跑啊！哇！同一个位置！哇！哇！哇！哎呦！哎呦我的妈！哇！哇！你是怎么发现你带雷达来的？哎呦！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套上了，套上了！我神了！我神了！我神了！我的妈呀！姐，我还要跟你一对。你要不在这儿歇会儿，要不在里面歇一会儿。哎呦我的妈！你这十年是不是就练这玩意儿？这家太厉害了，就十年没来，就在家建个泥潭玩儿啊。我们可以弃赛吗？行，你叫的人还没到呢。哎，我感觉我们不用上了。好，准备，一个人拿下一局。哎。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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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哎呦，哎呦，力量的对抗！哎手都捆上了，手给我捆上了。你们先分开五秒好不好？分开五秒，分开五秒。哎呀！哎呀！哇！哎，同时，同时淘汰。耶！太强了。拿下一局，第二局胜出的是白队，积三分。太厉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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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你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哎，还不给我来按个摩什么的？来来，快按摩！下一轮压轴，最后一个出。来来来来，平安呼吸，来平安呼吸，快快快！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全新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安慕希小金罐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大家可以享用。接下来是两队的第三轮，雨琦加油，加油加油！女团跟男团的大战。加油加油！没事，雨琦你不用怕。哎呀！哎呦！哎呀！
哎呀妈呀，这漂亮了啊！华丽的转身呢？哎呦！哇！哟！哟！啊！哎呦！这行啊，这个这身扣啊！哎呦呦呦，等等！高还是有优势。我可以走。老冷了，上一边飞去。老冷了，他就在我这儿。刚才那点风他妈全吹我，全吹我身上了。加油加油！小心小心！我操！我操！雨欣加油！机会，机会，绑上！啊，绑上！绑上！绑上！雨欣，这边加油！这边加油！好耶！哎呦我去！飞圆还没下过泥潭吗？对，恭喜你！第一次。哇，张震元，你现在很太帅了，张震元。继续，继续。凯哥，哎，套上了，套上了，人家先套的你，搁那晃什么晃？你把他刚才在那练习的那段都剪出来，在旁边。白练了，在这嘎达。凯哥，你往这儿站着。白练了，在这嘎达，白练了，太高了，这不大。雨欣加油！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七八下没有人了。哎，魏大勋，魏大勋，你敢欺负我妹妹？啊！你敢欺负我妹妹？哎，魏大勋，等一下！哎，这个没错。妹妹，哥哥替你出战。欺负我妹妹？不是，你要不等会儿谢依霖？啊？哥，你认真点啊！上手！哎呦我去！别！别啊！欺负我妹妹！白鹿，白鹿先。哇！绕他背后，绕他背后。套他，套他，套他。于洋先，于洋先。于洋率先套中白鹿 out。下一个来，只有你了。来吧，大哥。来吧。直面恐惧吧。谁呀？谁呀？谢姐。啊！小心，小心！啊！范丞丞套上了，快跑！于洋，哇！到了，手都捆上了，太强了。谢依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等会儿还有谁？冯正和，我是废物，不用管。你不，你想后面没有人？你当后面没有了，绝地反击，破釜沉舟。我们伙为了逃避你都不想做人了，你说说。差不多，咱说实话。
他有启示，你知道吗？上，可以一下套住他了，套的，套的，套的。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台铃长续航电动车，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上 Z 世界部落参加奔跑吧探班团，跑男限定文创等你赢。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优酷 Z 世界、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更多节目内容。我们伙为了逃避你都不想做人了，你说说。差不多，咱说实话。他有启示，你知道吗？上。可以一下套着他了，套的，套的，套的。套的，套的，套的。我呀，我呀，我。太厉害了，真套不住，真套不住。这得用脑子。天哪，好好看！凯哥，你坐来，耽误看比赛。于洋，你还得利用身高，利用身高。跳起来，跳起来！于洋，救一下！翻他，翻他！走！哇！走！哇！精彩，赢了！好，这一局胜出的是黑队，再积三分，恭喜！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项任务，把圈套在我心上。第二项对决是五变四舞的团体战，稍后所有人站到泥潭当中，音乐响起后随音乐舞动，音乐停止，两队快速收集泥潭里的泳圈，并把它套到对应颜色的柱子上。每一局只有100秒的时间，100秒结束之后，我们来算累计的泳圈数量和你们第一轮的游戏成绩相加。来，战斗吧！战斗吧！太难套了。带浴巾干啥呀？他有活。完了，范丞丞玩大的了，我跟你说，他玩大的了，小心范丞丞，你谁呀？我是道具组的，把圈套在我心上，请出歌。你范丞丞远一点，怎么还拿脚？你去那边抢。快！快！快！
门！打！开！开！开！给我！给我！给我！太狠！破了！哇，你这个形象跟上次一模一样。来来来，坐来两个，坐来两个。看见爸爸的幽默。原因重现。对。刚才的成绩是白队11个泳圈积11分，黑队8个泳圈得8分。目前两队的比分是打平的，14-14。好，现在决胜局，决胜局。别把我不玩了。没吹哨之前不允许把这个游泳圈占为己有啊！好，谁的歌这么好听？这是雨琦的歌吗？嗯，我一听就女生。我把他的柱子抱着不就行了吗？那我在这儿待着。别跑，快撤退！别跑，快撤退！不玩了！你别想打你进步了！雨琦，我来，快到！快到！
有两个进两个，强征，套着抱住。最后三十秒，快没有时间了，别拦住，上，上，强哥，哎呦，哎，快没有时间了，强哥，强哥。不行，上！守住！赢了！我不行了！这次我们输得很彻底。有吃我以为是，他没帮我连我自己一瓢了，你们什么时候把宋小宝请来了？太可怕了，范丞丞，子初，宝哥，你干啥去？宝哥，宝哥。你以后可以拍你有。白队五位成员，你们第二张颜彩画的信息稍后要为大家公开。接下来大家将前往沈阳大学图书馆，我们会在那里公布本轮失败队伍的成员的第二件颜彩作品预约信息。